洗鼻红的画法，洗鼻红一般上他画的就是白色的，那就是洗鼻红的画法，就是说白色的，所以他的只是那个外形，外形没有什么，他没有把那个颜色啊上去。这个鹅呢，它有个黄色的冠啊，等一下我们再画出去。然后呢，好像也像个那个鸭子这样，它的嘴是扁，但是比较尖，而且比较大哈。眼睛呢一般上很小，在这条线，在这个鼻孔上面，这样对准这个地方。有时呢，眼睛的部位是很重要的。他鹅啊，他这里啊，他的脸颊有一个很厚的肉哦，很厚的肉，有些。鹅的那个长的啊，颈啊，脖子很长。这个。鼻尖朝外，我鼻尖朝外，那个里面这里呢也可以先去画一下。鼻尖的相当重要，就是有些话呢，我们是鼻尖朝内啊，有些是鼻尖朝外。每一朵花的那个形状跟那个方向都要不同，这个鼻尖朝内，鼻尖朝内，把那个黄色画出来。像工笔画的照染很好，借用这个朝外朝内都可以，这个因为我们这主要呢就是把那个颜色，然后把那个花的形状，朝内朝外都可以。喂，另外一种法？另外一种方法。哦，三种不同。是比较鲜浓的，然后等下我们还要照了，把这个朱砂的颜色，先放朱砂的颜色，工笔画也是有这个方法，所以学工笔画也是好的，因为一定要学一些工笔画的那个技法，然后又以工笔，以那个写意画的那个。方法跟工笔画结合，像齐白石就是这样，所以齐白石的颜色跟他那个精细的那个昆虫的画，有些地方都可以放。这个他还没开出来的时候也是有点好玩。就是有些这样哦，一些这样啊，它那个花瓣还没露出来。人教这个花很漂亮，是真的。有些非常貌似。
为太茂盛了，我老婆把它全部砍掉，看它这春天还会长出来。如果你不砍掉的话，它冬天还会有，但是不会开花。胭脂，毛胭脂，嗯，还有一些这样子，就是这样生的高高的，高高，那手术就砍花了。下面呢才是椰子，哦，下面才是椰子。它这个花，花托呢也是这样，比较有些是深绿色，我们这一次我们就用这胭脂来代替了，代替。等一下我们再调一些深绿。没眼。这里呢，他们都是有些呢，就是几只包在一个桶上，好像一个桶，啊，一个桶，好像一个桶。就是这样的场景，比如说，我们先点它中间这个，好，然后放旁边在铺设上点出来，好。这个可能有点弯，所以我们也把它那个比较弯的点出来。看到，先点了中线，然后中线，然后再点旁边，这里是长点了，就比较长一点。这个是中线，啊，你找这网上有些就是讲它有斑点的哦。加比较深色，中间这里就加深色，加深色的红色，这地方就加红色，曙红。你看曙红呢，在那个朱砂上点它的，这样的话你就看那个花怎么看，是不是？黄色的也可以点，然后可以点去那个黄的地方看，细点，这个就是米粒点啊，米粒点，黄的地方，米粒点，然后这是水粒的点，其他呢也去烧伤在这样用比较长的点，这样的话特别好看，对。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花心花蕾，嗯，绿色，这里再把那花托加深，可以啊。
现在都真的一年如同一年了，那手关节啊到处都痛，医生说湿气太重的人就会这样。那你应该吃药。开中药，要开中药，中药。要不是不吃药，开个中医。对，是吧？哎呀，那就好，真的。对，我昨天看到网上在说。啊、对。他要把国内的要交换过来，好像听说是。什么？国内的中医两边交换过来看。哦，是吗？问题是他这儿的人还不太承认中医。对。那就是为了中华人开的嘛。这就有3000华人。但是他怎么样能够拿到这里的牌照呢？对，哦，行医的牌照呢？嗯，有的那个中医进不了麦迪卡，对，这都是自费的，基本自费。有些不可以了。你都不知道看一剂中药啊，挂号15块，然后呢，每一次人的一剂药10块钱，15块，没有第一次看50块哦，肯定第二次30，他还要帮你看10剂药啊，对。中医跟中国那个不一样，中医你一定要吃到有效有。我做了，我觉得不怎么样，很偏。啊，那是那个香港人做的，在波尔。如果我们那个鹅呢，要把它那个，因为我们没有，好像有些人呢，他就把那个白用白色来涂嘛，我们没有呢，我们就把用其他的淡淡的色把它围起来啊。我看以前的鹅是好像是灰呀、啊。灰白色的，哎，对，你也有白的。像你那只那两个是对的，你也有白的，你也有白的，身体纯亮亮的白色的也有。对，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白色哦吐出来的话，我们就用浅浅的啊，蓝色，然后或者花青都可以把它围起来。白色呢就吐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好像特别的白。是啊，这个就是个我们画这个国画的方法之一。把它那后面那些草啊什么画出来，你看，就这样，哦，也是，啊，一长二短三切，然后这样。没有，我家里有，在家里画就是这种东西。这样的就可以了，画面。啊，就很多色彩也不会缺墨啊。如果一幅画呢缺墨也不好，那墨色呢一定要比较啊够。的话，80到90块。